中标了，我跟土拨鼠都中标了，来医院吧。杨浦的中心医院新大楼，我的天，也太新了吧！我的普通班车，看一下啊，自费3块钱。哎，你是老干部来看医生是不是？你就看啊，这里可以告诉你你现在排队第几号。普通门诊挺好的，捅了鼻子。现在我们要去付钱抽血去结算，还是支付零元，不用钱。应该是那边。这人买了午餐，然后说不要在店里面吃，免得害人。我的血液报告已经出来了。但那个捅鼻子的还没出来。看血液报告没有不正常啊。那有可能我们就没病了。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喉咙在痛？报告出来这是什么部分？想看个药。不知道。所以这啥玩意儿？都阴性。那我们两个到底怎么了？癔症。怎么办？我们两个人啥都没有，血液报告也没问题，甲流乙流也都是阴性，所以我们两个怎么了？夫妻双双把病看，一起进来呀、啊，一起来呀、啊。小费擦下去，看看我们今天的药费是多少钱。零元，拿好药药啦，回家。呼吁一下大家，没有医保没有社保的赶紧去保一下，不要没有医保没有社保还抱怨看病贵，自己的健康自己要关注。